半支舞，它就会停下来给你。真的耶，是帮你抠牙龈的概念。对对对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吃好快哦，妈呀！好可爱，我跟王美一起，这个大卫都露脸出来耶。Sure. Oh, they are so cute and beautiful. How to take care of them? 啊，那我们这边的理念是友善动物，那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自己，这边是他们的家，这样。对。你中文很好。还好。瞬间，我觉得在日本的感觉完全伪出国。这边的路跟景都好美哦，好像来到奈良了。我们来欢迎 Ed。你好，就是专业的饲养员，他们都是你照顾的，对不对？是，没错。真的都非常，你看他们皮毛的状况，亮晶晶的，而且跟人，我们刚才进来前面拍的时候，就都跟工作人员好好，然后连我们陌生人，他们也是可以过来找我们这样。梅花鹿的斑就好美，近看的这样。哇，哎，有牛。是。有牛的脚很厉害。对，这只是小黑鹿，它的毛是没有斑点的，那是深褐色的。我们总共会有30几只，那在外面跟大家互动的大概会是20几只。然后一只水鹿可以在外面互动。对，会有3只水鹿。哦，3只水鹿。对，这就是公鹿。那还有。哇，它在跑了，你看跑起来很好看，长腿。他们家，是大家来他们家玩，所以你可以从他们神情感觉到，他们是很自在，然后觉得很快乐的。然后他们会好奇，就是你是谁，你为什么要来？然后你身上通常有很多种味道，他就会想要去闻。那里面会有我们的燕麦跟我们的木醋栗，这是他们最爱的，对，精料是这些草，没错，就会疯狂。对，哇，太爱看你了。等一下看到可能会整群跟在后面，都是鹿茸，还是你要试试？满满的鹿，好，我要体验。像他们，我没有穿你那个颜色，他也会爱我喝。对，他是看桶子。是。还要小心的话，可能会被整群被包。等一下走过去，他会咬我吗？他说他有被鹿咬过，被鹿咬过屁股。他们当他比较急想吃的时候，他会试着。我的屁股好可爱哦、喔。他会想咬衣服。对，那我要赶快给他了吗？引起注意，大家现在都紧张。他们直接走去吃药草，放着。那你可以稍微摇一下桶，他等下闻到味道。嗨。好难咬。大概是这样。超好笑的，哇，真的是包围，好可爱哟！还有迷你驴，迷你驴也一起，好欢乐哦！急起直追，谁又来跑？你们都这样子，撤！我没有位置给你们，好酷的！大家慢慢享用吧。哦，拉屎，漂亮！哇塞，看一个洞，咚咚咚滚出来！哇，他屁股超漂亮的，他屁股是浅粉色。好，我来。相近看人家屁股。台湾跟日本的梅花鹿，对，它相对的是后面这条黑线，它会直接到底。日本的大部分都是到一半而已，所以跟日本的是不同牙种。然后我们台湾没错，特有牙种。所以这个像这样的程度是可以跟有色接触的，是小角鹿，就是当它脚还没硬化的时候，也不是在那种会想要逞凶斗狠的那种。没错没错，个性也是好。它知道现在是软的，是比较脆弱，它不敢去撞，会流。所以只要一硬化之后，它就开始变一个。没错，等鹿茸到长2个月多到3个月的时候，就75天左右，它就会开始蜕绒皮，它就会自己把它磨掉，就会开始掉皮。那里面是硬化，是像骨头一样硬。然后那时候它就知道说我武器很强，它有武器了。然后个性就会开始，没错，好斗。看它，鱼大滚，大滚大滚，哦，呼呼，张皮。那算一种鲨鱼，这很舒服。我的刺猬也会喜欢洗鲨鱼。这只叫妮妮，妮妮，所以女生。对，没
错，那里面那只叫娜娜。妮妮又翻了。妮妮、娜娜，他们为什么要分开啦？里面那一只娜娜，它比较调皮一点，它刚刚放出来一直在追路。一直在追路。妮妮，滚完之后还有人帮你拍背。他们是好朋友吗？他们是同一个父亲，可是不同的妈妈。他平常相处起来是 OK 的嘛？那哪会去追他们？晚上都是睡一起的，对对。他如果冷静一点的话，还是会把他放出来外面。你冷静好不好？你冷静，等一下就出来。算一个给他，看他走掉，看起来北宋的感觉，北宋的走掉，负气跺脚离开。所以人是都非常安全的，不会去冲撞的。不会。有岩石，我帮你清岩石。好漂亮的大眼睛，它们的那个睫毛都超长，可以防风沙。那斑比山丘呢，是宜兰第一家，也是它其实目前唯一一个得到动物展演法的这个车发的执照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基本上很多东西是要评估的，关于饲养的福利，然后还有平常你们展演，就让他们跟人类接触的时候，其实像是我们在刚入园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会有一个安全解锁，像是我们在跟鹿互动的时候，我们摸的时候啊，只能摸它的背部，他们在绳子里面的时候，就是他们的休息区，我们就不要走进去。我们在喂的时候不要去逗弄鹿，这些细节，其实这些细节都是对鹿来说，就是一个保护，保护久了之后，它就会变成一个信任感。对，这其实就是这个动物展演法的意义。是很亲人，然后自在。我觉得那个动物的自在是最难得，你可以知道它平常的生活是好的。因为我们有兽医，他们每一只都有自己的户口名簿。荣恩，哇，荣恩，再来一个，这叫什么？荣恩啊，荣恩，荣恩，为什么叫荣恩呢？有妙丽。对，妙丽跟荣恩是为什么？还有一只哈利。如果你要让鹿靠近的话，我们或者是让鹿看你的话，雷梦。哇，雷梦。雷梦呢？我们拳头稍微握着，像手里面有东西，它就会过来了。你就可以带它看镜头。然后手打开，它闻一下没东西，它就走掉了。特奖啊！如果小朋友比较怕的话，手打开闻一下没东西，它就会走掉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它会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握手，它握手了。对，唯一一只会握手的。对，目前只有，因为我们休园的时候比较无聊，就在专门在训练。是因为太爱吃了。它特别亲人啊！它前面这只美鹿，美鹿它很美，美鹿它是跟美洲白尾鹿混血，所以它的尾巴是白色。你看大家的都黑色，白的。哎呀，又这样给人家拍不好。他现在就在偷吃，他会站起来偷吃。哪一只？美鹿，他刚好站起来。他两只高的都可以吃。哎，对，他头上，他的头，他柔软度也太好了吧。我们看他们休息的样子，跪下来。雷梦好可爱哦。他快要两岁了，他今年7月满2岁。他们平常都是这样跪着休息。对，他会前脚先跪，然后屁股再碰再坐下去。鹿啊，在地上休息的时候，我们会一般建议说，你蹲在鹿的肩膀以后。肩膀以后的话，它不会打扰到它。那你这样轻轻摸，那我摸太小力，它会痒，它有时候身体会抖，所以我们就一般你在摸背的力道，这样去摸它就好了。它会舒服。对，它如果不太，它如果 OK 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稍微进阶，稍微帮它抓一下，像是胸口、脖子两边，这些它自己平常抓不到的地方，它舒服的话毛就有点炸起来。头可以看它头毛有没有？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脖子跟头这边，毛会炸起来。像鹿的话，它还有一个地方叫做眼下腺，它只要生气、兴奋、紧张的时候，这边就会打开。知道，我够高可以拆台。美鹿跟牛牛都长比较大，牛牛是台湾水鹿，它们的脚会跟梅花鹿比较不一样。水鹿大概会长3个分叉，梅花鹿会长4到5。这样已经算3个分叉了。来，牛牛，像牙齿的牙龈。我们这边的话，牛牛啊，因为他们其实公鹿都喜欢被抓这里，因为他自己抓不到，你可以稍微帮他抓这个，记住这里，因为他很舒服，他就会停下来跟你。真的是帮你抠牙龈的概念。对对，稍微帮他抠。两边一起抠呢，会不会更喜欢？他非常喜欢。好可爱哦！你看，变这样了。所以这个基座就是像牙龈一样。对，他就是都会从这里开始长鹿茸。那鹿角的话，它会一直把它磨尖，一直把它磨尖，它所以它会越来越危险。对，它差不多完全脚抓之后，我们帮它切掉，切掉就跟人在剪指甲一样，它不会痛，不会流血，它比较不会打架会危险。它们自己在外面的时候，可以两只公鹿就自己在玩，也不会受伤，发泄一下它的精力。像秋冬它们发情季节，绝对就我们基本上就是没办法跟公鹿互动，因为它们会把一些像是粪便啊或者是尿液弄在自己的身上。然后因为他们这样子味道越重，越容易吸引，但他就觉得自己爆帅这样，他就觉得自己爆帅，然后我们就会跟游客说，你看，这就是他自己觉得很帅的鹿。
男子活动区。没错，那他们还是会有冲撞即兴的动作，会一直在打架。那这边也算角斗场。角斗场，他们会一直在这边。凤蝶在喝水，等一下，你看他在喝水。后面的山也好美啊，超多哇，飞起来！清代凤蝶都会看到一整群有水源的地方，他们就会一起停下来吸食。哇，你看环境好漂亮哦，这都没有调过颜色，就好像调过饱和度。啊，大家进去了。梅花鹿很爱玩水，下雨时他们会很开心。园区的浇水器他们也可以玩到疯狂。游客兑换跟购买饲料放在这边，待在这个地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会一直跟我们的同事撒娇，他会一直磨蹭他，我们的同事就会受不了，就会偷偷给他。你会给他偷吃吗？对，会啊。现在刚好刚开始。所以你看，会发现特别亲人的鹿啊，他们体型都会比较胖一点，这都比其他鹿胖一点。Junior 生存之道，宅男。哎，你看，旁边的抓的时候，它就会停下来。我们可以稍微再大力一点，这样子帮它抓旁边。对。哦，好可爱哦。Junior 算是应该在抓，你看。他会用他自己的那个鹿茸去抓羊。用鹿茸抓羊。真的是公鹿比较方便的地方。你看它随便抓一抓，它的毛就会炸起来。摸我。对，它很喜欢被摸。他跟其他鹿的感情就没有那么好，他跟人类比较亲人。他也露牙，你看他也露牙，他们舒服会露牙，你去拍他，好好笑哦。就张鼻孔加露牙，我们讲。爱情小鹿，他们会有固定几只喜欢躲在这里面，像比利跟妙丽，完全是夏北北，完美的景哦。这只是妙丽，妙丽你是完美吗？太可爱了啦，好可爱。我跟王美一起，而且他会露脸出来哎，小心！真的会换一只哎，你怎么都知道？因为他刚刚走进去了。他说：“我也要，太可爱了啦！”妙丽跟谁？水水，小石水水。好，王美。这是妙丽。就是饲养员会给你一个爱心。对，我们兑换每一杯兑换萝卜都会有。等于鹿帮你抽一个爱情签，爱情小鹿幺零，小秋，啊，吃爱情胡萝卜。生日的月份跟日期啊，拆成个位数相加，这就会是你的生命年数。我是10月1号。一加零加一，所以加起来是2。我们就是找小秋的2号。小秋帮我算爱情的运势。心有灵犀，小鹿乱撞。请立刻报警处理。有，今天报超多动物的，有准。那园区内用绳子围起来的草皮是鹿的休息区，麻烦不要踩进去。听完行前训练之后，会先来可爱动物区，就是比较娇小的，像是小鹿跟水豚，先给小朋友或者是第一次来跟动物接触的人，我先示意一下。这跟巴豆的家根本长一样。它叫什么名字？马铃薯还是？马铃薯吗？哦，我也喜欢水母，很舒服，是一个刚刚来了，所以大的是马铃薯，对，然后小的是番薯。那我们跟水豚在互动的时候，我们通常因为他们的反应很慢，他其实你就算蹲在他旁边，他不一定知道，所以我们蹲下来的时候慢慢下来之外，我们可以先碰一下他的脸颊，让他说，哎，我要摸你喽。然后他们喜欢被摸两个地方，对，第一个是下巴这边，下巴这边有他两块下巴骨头中间三角形那边，我们摸完这边之后 OK 了，他舒服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摸他的肚子。他就会倒下来了，放倒，哇！有没有？你就可以开始，对，就直接摸他的肚子这边，帮他摸。他这好像新竹米粉哦。对，他们的毛会比较扎一点。很多人进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河豚，这是河马。对，现在应该有好一点。很多人对，还这是海豚都会有。海豚。我们就会跟大家讲，对，或者是还会有你们，它是迷你猪。他们的脚胶都放好松哦。现在食物给他也没有特别要吃，他会吃。来，他们要想很久。他就是后知后觉，对，吃东西也是要嚼。你看 Ann 帮我配的便当有多漂亮，这一盒日式便当。他们好爱这些狼尾草啊、芒草，这是禾本科的草。收一，这家草好大颗，
吃好快哦，妈呀！那我们在喂的时候，手不要离它嘴巴，好，因为你们看得出来它反应很慢，它一直吃，可能会咬到你的手，像碎纸机一样。对，他们是没有在看的，吃东西的时候。所以是很棒，循序渐进的这个空间的引导，一路都会有工作人员打引导。哎，在那里啦，小朋友。知名跟景点。知名跟景点，知名景点，知名景点。你看，拿一点东西给你。我换到了小葫芦布丁，拜拜，好可爱。就是游客刚进来会先跟知名景点这样子比较小的路先去接触，然后习惯说他们的互动，然后之后再去搭。你可以帮他折小块。真的哦，但是他看起来就可以喂比较多次。那小鹿的毛它会换的比外面程度慢一点，因为他们一方面要那个体型要成长，一方面要换毛。这时候很自在，你看这个在电风扇前面。如意，这边，如意看这里。如意好喜欢他，他听得懂。他连摸他都喜欢。他妈妈是狮子，他们是狮子如意，可以冲洗。对。如果你用踩到大便或是基本上应该都会有踩到。没关系，就回去吧。我觉得草食性动物便便啊，我可以跟你要一些吗？我养粪金龟，帮我收集一碗。可以啊，还是我连驴子一起给你。哦，我都要，我都要。Okay, 好，要多少有多少啊。对，你要的话一袋30公斤。结果我带了一包像巧克力球的梅花鹿大便，一包像花生糖的迷你驴大便，一包像大便的水豚大便回家。然后我的推粪金龟们都喜欢水豚大便，把整坨大便拆了，认真的揉面团做成两颗圆圆的大便球，开心的滚来滚去。是有稍微打架一下啦，会为了大便打架的也只有粪金龟了。感谢大便富翁送我们的礼物。他说要陪小鹿。有时候小鹿会被妈妈弃养，兽医评估过后决定养一只狗狗陪他们玩，友善的拉布拉多非常适合，水豚也会跟他交朋友哦。拉多好可爱哦。哇，他还嗨了，他嗨起来了。一路滑下去滑草，斑比山丘整个园区的所有细节也都设计得好可爱，周边、文创、餐饮，处处用心，真的让人好像到了日本旅游，那种精致贴心的美好感觉。很开心看到台湾有这么棒的休闲农场，每一只动物都自在又健康，毛色均匀有光泽，鼻子湿湿的，眼神好亮。跟人类的互动和信任真的会让人融化，昆虫老师超级推荐斑比山丘这个大小朋友都会喜欢的地方。哦，好可爱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留言分享，记得订阅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哦，也欢迎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支持老师继续创作，频道会员的连结在资讯栏里，谢谢大家。